好，拉手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。阿兵哥精神达数，一放枪准备倒大霉。今年起四个月役期义务役恢复成一年兵，第一批670名役男最快25号剃头去当兵。基本训练就大概四个月应该就够，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变一年。感觉看到真的爆炸蛮酷的。我不知道。所以你会为了这个去当兵？不会，不是，我没得选啊。但你各位注意了，一年兵新制上路，前面8周强化入伍训练，撑过了每月10零26000，要是撑不过。有别于四个月一期的期末建测、一年兵建测，只要你不合格，除了要留营补测，要是你再没过，很抱歉，10800块的专业加级直接领不到。他的战斗教练跟兵器教练不合格，他留下来补训跟补测1周。如果再不合格，就不发给他的结训证书。检测菜单南瓜打靶、大部分解单兵战斗都少不了，加上3天2夜综合战斗教练手榴弹、实弹投掷将同步纳入训练。因为手榴弹、实弹投掷实质上它是，还是有一个相当的危险性。其实它对一个战斗成员的训练，在他的心理抗压啊，也是一个很必要的一个课程。强化训练成效，发挥最有效的即战力。晶新闻彭宇洲、许荣的场报道。立刻下载晶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